那就在刚才呢，我们唱歌结束的时候，其实今天晚上我们的冠军已经产生了，到底是谁呢？有请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嘉宾以及歌手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，好不好？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奖杯以及冠军名单呈上舞台来。有请几位，我要偷偷的看一下。对，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这个投票已经结束了，那现在这个名单以及这个奖杯就在我的手中，那究竟谁会获得我们第二期酷狗直播英雄联盟的冠军呢？他是谁呢？你们猜是谁？这张名单就在我的手中，在这里我宣布，获得第二期冠军的就是糖果，恭喜糖果！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，我们的徐浩来给他颁奖，好不好？来，哇，好重的奖杯。恭喜糖果，恭喜糖果啊！在这里呢，也恭喜我们其他的几位歌手今天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来，首先请我们的冠军发表一下获奖感言，好不好？首先非常感谢酷狗直播，感谢酷狗音乐，给我颁的这个奖项，也感谢今天的我们的驻唱嘉宾，我们的徐浩同学过来跟我驻唱，非常的开心。再次谢谢我们酷狗直播前的小伙伴们，还在支持我的小伙伴们，谢谢你们一直陪着我走了这么多年，我会继续努力，谢谢。是的，再次感谢糖果呢，你也将会获得酷狗音乐价值百万的英雄联盟专属新歌推广资源。也谢谢今天到场的三位歌手以及我们的帮唱嘉宾弦子、徐浩、王魂还有白兔，谢谢各位来到我们的现场以及客户端的朋友们。那还要感谢我们美声神器森然波霸的大力赞助，用森然波霸开森波。如果你喜欢新歌还没有听够新歌的话，请关注酷狗直播、酷狗音乐，记住我们的口号，即点即唱，真唱直播，酷狗直播，一个真正唱歌的直播平台，英雄联盟等你排名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接下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对大家合影留念，来，谢谢。拜拜。是的，来，我们舞台中间站一下，来，我来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肖像机在哪里，先看哪一边。三二一，先看右边好了，先看右边，来，右边，然后左边，好，中间，好了，再次感谢大家，谢谢所有的来宾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观众朋友，拜拜，谢谢。